余文乐、佘诗曼、胡杏儿等艺人嚟到澳门出席飞车特技 show 首演。身为代言人的余文乐仲有参与演出添，不过他话实在太难啦，所以系咁以企下算啦。嚟紧新年，阿乐又会唔会带仔仔出去玩呢？唔会，会拜年，唔会出浮，系啊，因为始终佢仲未系好大个咧，咁又未识行，又唔系太方便带佢周围去，因为始终佢系咯，即系因为无谓增添屋企人嘅痛苦，即系因为带一个小朋友出街要好多嘢。同场嘅两位女士对于飞车戏就有唔同睇法啦。中意嘅，因为好型噶嘛，有时拍得系咯。咁但系当然会有危险啦。咁但系都冇噶啦，交俾母子咯，相信佢嘅。系，但系型就已经几好啦，咁样。型就够啦。型就。而家你问我，即系话要做啲危险动作，譬如跳楼啊、跳威亚好高嗰啲，我觉得都会真系要考虑一下，因为始终而家觉得好似条命唔系自己，系属于屋企噶嘛。欣儿就话想追个猪 B B， 唔知道有好消息宣布未呢？总之有消息一定同大家讲。